Thank you.
Sing Chan Wang.
白痴哦、喔！我没开到麦啦！啊，想说怎么没有人理我？啊！妈，我一定要把前面的话全部剪出来。来，来，我们再打招呼一次，几白。谢安安、东风安安、蓝猫安安、没有人安安、洛奇安安、虚拟一姐安安、TNT ECK 安安、阿弟安安、清水三系安安、杰瑞安安、利恩安安、摩卡安安、利恩、简承轩安安、奶绿安安，还有什么新春旺安安。啊！我刚刚一直嘴摩卡、欸，我说你怎样？你现在是因为在，你不是那个上成瘾吗？啊，怎么有空来看？然后还说，啊怎样？现在是还没死，还是被复活了不理我？我要嘴什么？我说啊，你现在是睡着了吗？他在看吗？什么之类的？靠！妖哦，妈的！啊啊，不是啊，还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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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洛奇安安，死掉了哦！哦不，你怎么把燕子打死了？我没有死哎。很哭呢。啊，算了，居然没有人发现，居然没有人发现我没开到麦的事情。看来平时我是不是太常不开麦了？放没？偷嘴啊，我嘴超多的欸。啦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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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刚打完，想要看你那边PO限动，不是限动PO动态。啊，不是成瘾了啊。小丑居然是我自己。公园桥，一颗。看我下次遇到神兽，得用公园桥。我想说那只还好，无所谓，就没抓到，真的还是很难过。嗯，昨天一直有遇到盖欧卡那些东西，那些东西。嗯啊。然后以为前辈是故意不讲话的哦，那表示我真的平时低潮期很多次了，然后会让你们这么觉得哦，是我不好。哎，负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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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不要那么难过了，负担负担负担，哎，抓了负担耶，开心开心负担。一大早的安安安安，你是第一个我开麦后说安安，不，第二个了，安安第一个是神奇，我说奇怪，不是啊，我平时人数这么少。聊天室至少会动啊，啊怎么打完安安大家都不理我，啊怎么会这样子？小玉安安，夜莺阿公安安啊，你是你的绰号是阿公还是夜莺，还是你这叫阿夜莺阿公，还是你是夜莺的阿公？机器人忘记出，没有啊，
机器人是有人数不会动欸，我这边是没人数也不会动欸。哦，你是指欸，也不对啊，就不是啊，你看几百人你聊天室至少还会动一下啊。现在如果真的机器人的话，二十几人，那些机器人不见应该还是会动啊。你是两个绰号放一起哦，北来欸，很不搭欸。夜莺怎么听都像是比较偏女性的ID 啊，哦，音乐啊，一堆音。我想说我的那个我光遇有一个叫夜莺啊，说光遇上一下，我还没有送，我活动还没送。哎，光遇光。林盛龙安安，一连安安，嬷嬷，大鱼安安，请问台主是不是没睡觉？这就要讲到我刚刚忘记开麦的事情了。我那时候是说，我本来半夜十一点，不是，本来晚上十一点想开，因为那时候比较有精神。然后那时候有精神就想开，结果想嘞想嘞想嘞，想到后面就是拖到一两点，所以我就想说啊，这么晚了，虽然我相信一定还有人啊，可是状况还是有点差，就想说啊，不然睡醒再开好了，那就睡到刚刚起来开台。故事要从我刚刚还没开麦的时候说起。怎么那么难过？所以爱会消失，对不对？欸，摩卡，你是光遇一定都是磕到毕业吗？还是是看状况？因为这一季真的太香，所以就先磕到毕业了。他至少也来个季辣，有那个有优惠。他第一天磕没有季辣优惠哦，好痛哦。等一下有谁哦？郑雨桐安安。我这样睡眠时间够吗？多够一定是骗人啊，只是这几天一直睡，一直醒，一直睡，一直醒，一直睡啊，睡一下醒一下，睡一下醒一下，然后比较偏中午的时候都在睡觉，睡到半夜，不啦，睡到七八点，然后暖个机大概九点才有精神。所以如果那时候是玩类似巧克团那种 PVP 的啊，一定会很没精神在玩，就会不在状况里面啊，跟人家在盘谁是狼的时候，我还在那边啊什么这样子。好了，我送完了，也付的差不多了。对啊，很痛苦吧？欸，一个不会念的 ID， 你的拼音我真的不太会，不好意思。欸，刚刚就是一直用 Google 姐姐在念。Kaide Chigasaki。Kaide Chigasaki，Saki 我只会 Saki 而已。感谢安安啊。你变成健康型实况了吗？我只睡三个小时。哈哈，音乐没有健康型实况啊，我只睡个三个小时，然后刚刚十分钟前开台前十分钟没有开麦，在那边跟观众聊天，蛋蛋去死吧。
啊，你怎么最近都没有早上台可以看？害我孵蛋，孵蛋钓鱼打 POE， 没有台可以挂。Zero to zero， 安安，睡太早了，要注意。不是，就是累就会想睡啊，而睡醒之后就睡不着了啊。昨天休息日啊，前天嘞，我怎么记得你已经休两天了？你怎么可以这样子？欸，我怎么记得你是礼拜日休息日啊？不，礼拜六休息日啊？我都记错了，还是我时间过太开心了？每天都是礼拜日。是我的错，没有没有没有，我的错我的错，我太想看你开台了。本想说哦，你约上 POE 了，欸，那是不是等一下准备要开台了？那就 FB 在 FF 那边整理，重新整理。看一下哦 ，EVE，Job， 之前是礼拜六号哦，那是我的错，我没有好好的去关注到你，对不起对不起。购买金色王冠，他这个500000圣洁币很像500000代币耶，150-200万代币。你看哦，这是10连抽，也是十把钥匙哦。我想说100钥匙等于一个金冠，也太太贵了吧。3块跟8块，买这个比较划算呢，啊。第一次看台，嗨，游戏 boy。感觉我只会去买十连，我也只会买十连呢，欸。你看，50，你40抽一个许愿新快40抽。对不对？我觉得抽奖使人快乐啊！250，不然就这个啦。这个是可以有杰克那时候跟我测试，是1/1000的几率可以做出大师球。可是怎么做我还不知道，因为那时候他是有现成的球。应该是宝贝球再加这个吧，然后就点右键，点右键，点右键。这是我现在的钱，那天太多了，然后就直接请杰克说这些袋子给你，直接帮我存到我户头里，帮我全部吃完要13分钟。很贵耶，吉具姑姑一朵要75块。抽奖才快乐，对啊，在这伺服器谁不喜欢抽，谁不喜欢赌，对吧？欸，这蛋好像有点久欸，蛋，哦，还好，是，哦，还好。那 Yuki 安安，你打好多，我应该只能买一次十连，我好几天没玩哦。对啊，没办法，啊，其实。大家都差不多了啊，其实我也本来应该差不多了，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还有办法一直这样玩下去。因为本来就只剩下
孤单不知道干嘛，那就真的是无聊，上来刷，上来挂。看我的钱，这些钱从来都没有用过，像我光碟那些也都没卖啊，什么之类的。这些除了上次那个灰子大赛，其他都是靠卖这种金币跟聚宝弓出来的。那聚宝弓其实还好，后面就没有再用，因为后面的任务都是打幽灵系的，啊，聚宝弓打不到幽灵系，所以。有整整已经两个礼拜了，哎、欸，万圣节活动多久就多久没用聚宝弓了？等一下，我们先物尽其用一下。这只的毛看起来很可口。等一下，啊，之前的动力是那个啦，帮哈基用羊毛，那时候是唯一的动力了。好，拜拜。可以换了吗？小时一分钟。我把 ID 改成你会念的名字了，子宇哦。耶。那你原本叫什么？你行。像大家就是都没在上之后，每日任务就也都是靠自己在解了。只是前天那个任务真的太难了，要找到甲贺人蛙 ，Lucky 哦，哇，这么特地的吗？哦哦哦哦哦哦哦，这么贴心的吗？我看到了。没事啊，其实也不用特地啦。就像我跟影院英文都不好，所以我们都会挑一些比较看得懂的一些某些词来念。又不是一个我的聊天室常常会有一个一串韩文，然后打招呼不是打安安，是打哼，然后生气的那个脸。我每次叫韩文安安，就他还蛮可爱的。那其实也不是觉得他还乱，就觉得他就很可爱，他还蛮乖的，就是打招呼都会打哼。然后人蛙掉的算吗？就是用掉的啊，所以我那时候。那我问一下，小只的甲贺人蛙要在哪里钓？用什么钓竿钓？湖泊、池塘，一样吧？海，还是哪个地形？然后用什么钓竿才钓得到？人蛙多久？甲贺人蛙。哇！沼泽用厉害钓竿哦，哇靠！那我那时候还在我们家旁边一直钓鱼。等一下哦，编号658，来开68。来，这边有啊！靠，这边就是写沼泽了，我还这边沼泽的清晨黄昏呢、喔。哎、欸，那请问，这个是出没是清晨黄昏的话，那我在那边钓鱼是不是要清晨黄昏才能钓啊？住吗？好，你们说是烤窑，嗯。可是感觉不像哎、欸，
那这是这个青蛙，不啦不啦，这个甲贺人蛙，然后头目啃苹果，苹果龙，好气，那直接出来的哦，因为我以为跟海豹球一样啊，海豹球不是要那个吗？要晚上才行。超能喵喵，拜拜。水军，水军，水军，音乐要不要上来打？嘎嘎嘎嘎嘎，爆下来，爆下来，爆下来！音乐被趴了。哎，安安，爆什么爆？什么球？安安。因为刚好被爬，被爬花心啊，不爱爬我就自己爬。PC， 你打吧。好的，准备好网纹球了吗？好，我回去拿。痛。来，补网球抓到的话，看好补网球。好的，我来了。来羞辱你了，但是你羞辱我还是我羞辱你？真的要吗？还是我拿大师球？再确认一次。嗯，好，不忘球友，大师球友，单人挑战。好，你去准备。要丢什么球？给他尊重。好，羞辱。啊？好，这样子。安安会像昨天一样 一样回安吗？会啊，安安叫什么 ？G H A R I S 安安。啊，让我画面变大一点啊！我跟你讲，如果水军都打在我身上，我才有可能会赢。我昨天有打赢一只盖欧卡，那时候是因为盖欧卡全部打在我身上。无网球对水系有 3.5， 对啊，啊但是大师球100%啊，冰起来啊，怎么会冰？哦，是因为冰雹伤害吗？冰雹，哎，一直补血，好爽哦！赢定了，赢定了，赢定了，赢定了啊，赢定了啊！这什么票啊？王子抓他有88%，他想皮皮一直治愈，哎，好棒哦！皮皮，你是永远的神。网文哦，那结束意见调查咯，你们这群人。好了，假的零，你们这群人全都是泡沫。我想说你们不想要尊重他，我就听你们的啊。好啦，下一只啊。你看，刚刚还说遇到神兽一定要用那个抓了，啊，谁知道刚好又遇到水系的，又是水军，对吧？这段什么时候啊？
捏三十六分好了，36分。一开始没开麦，加36分。而且水军有那个幽灵形态。等等，遇到一只更好用网子抓的给我吗？啊，吃早餐，吃早餐。罗耀宗 ，Hello， 怎么了？怎么一来就是个问号？不过刚皮皮好给力哦，我是不是以后打啊？我是要练一个大奶罐，然后全程都是用补血的。可是刚刚是因为那个有那两只隔空手道的比较硬一点，才补得起。不然那时候好像谁麻衣吧，他的妹妹从头到尾一直都在，还是把那个把 NPC 补到死了。晚点12点后，11点，1点半吧，还是1点多？诺英会在那个虹彩6号的官方那边。会当主播，哎，虽然我没看呐，不过还是想说去捧个场，就很像哪天我突然跟上次那个几年前有5年了吧，斗阵特工啊，不是有找我吗？我想说那时候真的很怕没有人来，还是什么东西的。我就那时候是一堆土窝的在外面，然后一些小粉丝也在外面，我就那边扮演死神，那边发气球。啊哟，保姆虫。那我们等一下就是去钓甲贺人蛙加那个加那个叫啥？叫啥去了？哦，遇那个幽灵样子的宝可梦。燕子讲话。我在洗脸哦，好吧。完大赛过后，这一群都要被放生了。
要被放生的鲤鱼王。那这只很可惜啦，这只是第一只快是99%的啊，那个5V， 然后特工30，可惜在这个，我想说那时候好吧，不要送，不不要送啊，不要放弃掉它。小君啊，你也太早了吧？哼，跟你讲，我本来半夜11点1点要开台的。哎、欸，老君，你赖我一下、啊。你教我一下下，只是要讲很重要的事啊，跟讲件事情而已。好了，讲完了。哇、啊，好早、哦，不是啊，就喜欢在一些死人时间开台，有没有？大半夜没观众啊，一大早也没观众的时候。不是因为。我把一些我该看的一些影集都看，不是影集啦，影片，而且去看一些动物的频道啊。之前怎么讲？其实之前蛮喜欢看那个老高他那个影片，是因为他早期都在讲那种凶杀案，或是一些奇妙的那种侦办的东西。然后后面他开始转说一些。外星东西的时候就开始比较不怎么在看，因为比较喜欢看一些动物的，所以会看一些什么一个叫小刚的他的影片，啊，或是最近有看一个什么自说自话的总裁啊，或是老肉杂谈，就喜欢讲动物的，那时候我就看得蛮开心的，所以刚刚是把那些影片看一看，然后才开台。老高现在没题材了，走入玄学。对啊，就是讲一些科幻的啊。所以后面我就觉得不普了。那至于那个谁，之前喜欢看 Will 的 X 调查，他、啊、后面不看是因为，怎么讲？有些都还没侦，就是他最近也很多影片都是讲一些没有侦破的，最后结尾就是都会说，只有就什么，只有凶手才会知道，啊，结果警察也没侦破，然后什么也没侦破，就一个没有侦破的案子，然后也拿来讲，可能是当时很红啊，就只是觉得啊你讲那么多，结果后面还是没有侦破，就觉得。就很怎么讲，很耐人寻味吗？看动物吗？从零开始养系列不错啊、哦！我有看那个我还是会挑哎、欸。像什么养鳄鱼我就还好了，因为养鳄鱼它就是会拿一些动物那个冷冻的尸体还是什么给它吃的啊？就那个谁，土拨鼠的妈妈吗？还是要什么的？反正一开始是养两只土拨鼠，后面改养鳄鱼的那个啊，那个我有看啊。我第一个会点开是因为他是从零开始养啊，不是啊，那个是许博跟什么对不对？我记错了，抱歉。养老虎，疯了吧？你发疯哦？这么不想死哦？这么想死哦！冷水猴，我记得之前钓人蛙有一些条件，我是直接挖一个坑去钓。你是说挖个几层几的水池吗？
啊，他有没有什么特殊的？对啊，就是想问有没有一些特殊钓法，就不要钓了半天没有出现。怎么讲？我有时候也是因为感觉比较，我比较少在看生活类影片，所以很多可能你们有在看的，我没在看，然后话题搭不到，就觉得哇，如果硬跟你们聊的话，哇，话题对不上，就觉得很尴尬。悠悠安安。鱼鱼早安，还有谁？何云云安安，还有，总觉得没有一个是好蛋，没啊，反正不好玩的啊。那个谁 ，Alice 吗？还是叫什么 ？Alexande 呀、啊，没事啦，反正就只是不好玩的啦。不转蛋，就算有好的，我也是放生的，这不会有。所谓的好蛋应该就只剩下异兽蛋吧，异臭蛋，因为把那个杰克把神兽的蛋锁起来了，所以这边只会孵到普通的跟异兽，没了。啊，下雨了。抓纯净猪，可是那个我好，我说一下哈，我应该是这个伺服器狩猎最多宝可梦的坏人。成就，成就，嗯。有没有可以看的啊？来来来来来，我击败了5000只宝可梦，而且这个击败已经是两三个礼拜前的事情，那时候在打那个藏宝历史的事情，所以下一个成就是50000只，所以我不知道怎么看50000只怎么来。摩卡晚安，但你。那边跟我讲说你我作息不正常，你那边该飞吧。鱿鱼水母安安，所以你看看我手上有多少宝可梦的血。咳咳，你有睡超过三小时，我也有睡超过三小时啊。他是恶魔，那你这样讲，我是兔子的话，我是不是整天都在发情？好好照顾身体，好啦，你赶快睡啦，晚安晚安。等下这批敷完回去看一下蛋有没有。有的话孵完下一批蛋，我们再去钓蛙，钓青蛙。那位白落月有比较稀有，所以是厉害的棒的钓竿，还是厉害的厉害的钓竿？这个厉害棒的厉害钓竿，整天发情听起来不错，对不对？而且兔子每天可以交配很多次，厉害的厉害钓竿，好，我等一下就拿。所以等一下是我是挖一个小水坑在那边钓吗？
感觉会师听到了就会出现不错的图。我跟你讲，没有，他们都还在睡。碰头小丑，来来来，我们今天的第一只异兽蛋，来来来来来，只剩下一个，我把异兽改位置，哎，把位置图腾移一下好了，不然就把这一批百变怪给放生。晚点来放生，哦，因为那时候团团想要收集，想说就帮他留一些。那色尾、色尾、特殊。但是被发情的人不会累吗？不是，你要想运动的人是谁，被运动的人是谁？你要去抽血了，好，拜拜。你为什么要被抽血？五乘五不知道够不够，我记得要蛮大的水方块才行，所以我画了，然后跟朋友一起玩，所以挖蛮大一盆。没事啊，因为那边沼泽旁边有很多水。哎，我们孵完了，好了，两只泽尔尼亚斯，想说有多的扔给诺英，这样太不能了啊！有了有了有了，就是我想看到的。新的蛋出来，然后百变怪通通换一波。来，我们换掉。看好了，好，然后例行性追踪调查哦，慢吞吞，自大，他的等级就这么高，好几句动抓的。二房速度，我留这只起来练它。你太天真了，留一只起来练，不然不知道什么时候要练它。大胆，你太大胆。温顺，勤奋，浮躁，天真。哎，这只吗？你有病毒哎！哎，不知道病毒还是活着没？活。一堆天真，顽皮侏儒，好了，空了。你家兔子之前会干气球，你不要让它干啊，爆掉的话不是吓死它了？给它娃娃。哎、欸，冲下！
干什么？干什么？爬了一下，要四格深的水，所以是几层几层级？五乘五宽，然后四格深吗？那是要存水源吗？就是你最上面是水源头啊，下面是流水型吗？哦、我有抓到一只黄昏形态的岩狗狗、欸，哎，你好，岩狗狗啊，狼人，嘻嘻，要从最底放水上去哦，哇，我的天，哦，有挖草了，我天哪、啊，好开心哦。开始挖花，我们要种子图鉴终于要收集完了吗？不知黄昏的形态。每一格都要真实的水哦，哇，呀拜！好了，我们去施工吧。傲骨燕，好，好，一只会飞的宝可梦，两只捡垃圾大队，好的，我们出发。啊，水桶北西。欸、打他真的很开心哎、欸！你只要放两个炮灰就赢了哎、欸！好了，赢了，开开心心。他这个丢弃真的很霸气耶！要按到。也是啊，真的忘记拿了。我们还有贝壳可以回家拿，贝壳啊，碰。good， 蚊香勇士，还是啥？沙漠奈亚。对，蚊香勇士啊，快勇二八八，蚊香蛙是长得跟沙漠奈亚很像的。豆豆哥，好像还没有他图鉴吧？维塔。我当时本来想要练豆豆哥，因为干有个会师他叫鸽子，蛮喜欢跟我斗嘴的，想说就练一只他来玩。
我的是复制特性吗？对啊，我在想说要改下载啊，就那时候也是推说用下载还是什么的啊，包包忘记清啊，怎么在这里？哦，到家了，好，晚安，晚安 ，Good night, Good night, Good night, Good night。那可以用来抓人哇用哦？你是说吊起来先看一下复制什么吗？哦，对啊，当时好像是忘记什么，有人叫我去用一只会复制的多边兽就可以啊。那时候因为解每日啦，所以有时候我们要打什么一些特性，然后不知道是什么就可以用。智人蛙的特性不能复制。OK。好，我们再回去一次。欸，不对，刚有抓到吗？抱歉。抱歉。我刚爆掉了哦。哇。我其实忘记了，我刚有抓到他吗？欸，因为真的没有什么在打 PVP， 我觉得如果有第二季的话，不知道欸，如果第二季一样是比较少打 PVP 的话，我应该就不是多边兽二了吧，改成 Z。 如果人挖的话不会有复制特性的信息，那我要注意看看，欸，不是骂脏话，看到他先看聊天，先看对话框框是啥？读背，读背，读电音。童声可可，你觉得我直接在这边钓就好了吧？我们就不用什么，这样就好了吧？这边是沼泽地形吧？还是觉得？我需要在这边挖一个坑。嗯，挖太快了吧？够深就可以了。嗯，不是重点就是在，重点哈，啊，就是在于说啊，我已经忘记要怎么填水了，你知道吗？
几个了？三个。好，是第四个。这天好早哦。对呀、啊。哎、欸，好了，开掉咯。哎、欸，不，我的公园球不见了，太恐怖了。这样，抱歉，有点看不下去，等一下地。树果都怎么处理比较多？什么树果？什么意思？你是说什么意思？多的树果怎么办吗？啊，通通拿去烤啊！树果只能烤不是吗 ？Sugar， 这地方好多洞。对啊。所以那时候杰克把这个东西搬过来的时候，我想说怎么会放在这边？他意思也是说，他这边就是幽灵塔隔壁啊，放在这边也合情合理吧？哦，是啦，没错啦。那、啊、你不小心摔下去，好，就这里了。我们在这边放个治疗床，可以开始我们的钓鱼了。回家准备一下，泥土，泥土。石头，这里，虫子割掉，掉，我看一下，我们该有更好的钓竿啊，标准优质，哎、欸，问一下哦咳咳，标准是普通吗？优质跟棒哪个比较好啊？是不是棒的比较好啊？当然第一次看早上台，哎呦，那你真的是第一次哦。我其实开门很多次的了哦。标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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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般。好的。感觉差不多。好啦，如果真的差那一咪咪的话，就算了吧。看一下哦，做个治疗床。然后的钻石，我好像每次都摆错哎，好像不是这样摆哎，果然好呀，跟 TNT 一样。哎，原来我一开始摆对了，是我没有敲，我没有敲。八七。好了，那就热血开掉。感觉要三个才能拉起来。
我也是第一次走上看台，骗子！啊，怎么会钓到你？因为我刚好遇见你。我们就看那个小地图啊，看会不会出现，是这边比较常出的是梦妖、你有小人跟秃鹰丫头、小木林这些。啊，大家就看这边，如果出现到一些奇怪的宝可梦，我们再进来看，应该够吧？应该可以。不行，小一点。所以是 super 什么鬼东西的是啊？怎么丑丑鱼 ？super 什么鬼东西的那个是什么？厉害的厉害钓竿。那个秃鹰被黏住了，没事啦。那种这就是大自然，你知道吗？物竞天择，我们不能去破坏它。那个是可能原始猪不好的陷阱，要捕获它。然后我们不能去干涉大自然的东西，就很像之前有人说，有个鸟巢啊，它被蚂蚁入侵。那请问你们会干涉去救那只鸟吗？就是把它身上的蚂蚁剥掉的东西。东西，传说级鉴定哦，传说，还有传说。那来哦，这时候就会两边的说法，一是剥掉，二是不剥掉。剥掉的话是为了救那只燕子，救那只鸟。那但是你剥掉之后，那蚂蚁要吃什么，对不对？我台是不是延迟很多啊？我还在鲤鱼王。宝宝早，宝宝早安。鲤鱼王。等一下，出了一只怪怪的东西，然后又还好，原法师，你是吗？干嘛？我刚刚听到嘶，是原法师是吗？北兰，你好像不是呢，你骗我过来。如果你不是，重新，我走不出这个陷阱。能的话，我会。没事，他已经被清掉了。我就说嘛，他会找到更好的出路。复制龙加角兵的硬壳盔甲特性，对吧、啊？所以因为玩了这个魔族，成为一般大师，才知道多边受得好。蟾蜍王，死去。
啊！有没有很无聊？黑色污泥星星啊！哦，哈基带的吧？毒属性宝可梦会缓缓恢复，否则会减少 HP。哎呦，来了，秃鹰，你要被清掉了。我被清掉了。只有沙奈朵哦。什么声音？谁在我旁边叫？来，我们巡回一次哈，看看另外一边有没有幽灵系。幽灵造型的宝可梦啊，来，只有梦妖而已，没有哎。这运气也太低了吧！繁星，俗话说生命自有出路，但还是不忍心看到那一条心在我面前死去。对啊，我还是会去干涉啊。而且你看一下，它被蚂蚁慢慢咬死，是慢慢的死去，欸，那种折腾折腾起来的死，而不是那种瞬间死掉没有痛处的。我当时国小吧，就讲了这种东西，然后那时候的生物老师就觉得，哇，这孩子真的不得了。因为那时候的老师是给我们答案是。他那时候是说，一只蛇在吃一只小鸡的时候，你们会怎么办？然后全班的回答是说，把那只蛇打死还是什么？然后就那时候老师就那时候就知道我那个生物比较强的时候，他就说，那繁星同学你会怎样？我说啊，就大自然的法则啊，你也不能干涉什么啊，毕竟蛇也要吃饭呢。你这样把蛇打死的话，那蛇也很可怜。那时候老师就说：“来，给繁星一个掌声，这样子。”我在空中飞的鲤鱼王啊，不是哦，就活动啊，不然谁会想骑鲤鱼王啊？它飞得很奇怪，会上下抖动诶。我杰克这个鲤鱼王活动真的太久了，我要骑鲤鱼王骑3个礼拜耶，盖盖虫，东西，等一下哦。那如果帮蚂蚁杀了那只鸟算好吗？你是说先把那只鸟给杀了吗？它地面系哦，北西。你知道残害生命这个东西，在我身上绝对不可能做到啊！我之前看到就是屠宰场的那种小鸡被处理的影片，小鸡哦，不是公鸡母鸡那种，是小鸡哦，被处理的影片，我就已经一个礼拜吃不下东西了，不是吃不下东西，没办法吃肉，然后。去菜市场，我也很怕经过那些屠宰的区域，就是买等家里什么过年拜拜要那个，要什么母鸡呀、公鸡什么的，要现宰的。那其实现在政府也是提倡说不要买那种现宰鸡，买那种已经处理好的，一开始就处理好，然后拿去卖场卖那种鸡就好，因为现场处理的鸡，那些鸡都是。慢慢死掉，慢慢放血这样子。啊，我每次经过那边，我就很难过。你不要一直标记我，然后打冒号、引号啦，不是冒号啊。
我想说奇怪，你好像表达我心里的想法，对不对？就很恐怖啊。所以有时候有些人分享一些影片，他不是说什么内涵血腥锁鬼东西的吗？虽然会好奇点开看，但只要看到那一开始是那种小动物什么的，我就马上关掉。然后抖音上面有一个影片，真的很恶趣味，我不知道啊，看人啊，就是一只兔子在游泳池旁边，然后几秒钟后，一个鳄鱼突然跳出来咬住兔子的尾巴，把它甩开，然后一甩的瞬间，我就马上关掉那个影片。我那时候真是吓到 我怕死了。啊，那时候是懒懒跟我在看呐、啊，懒懒分享他的画面给我看，然后就是看到懒懒画面的时候，他突然就马上滑开。他跟我道歉说：“对不起。”我说：“没有，我也吓到了。”之前还有一个影片是他在示范如何使用那个枪，国外的啦。啊，至于枪的话，在国外都是有合法的正规用途，那些都会合法。然后他那时候是有一个人拿着猎枪，然后在野外找一只野兔，然后就是示范。结果我看到野兔，我就马上关掉了。然后过好像几天，我又看到同样一个影片，就那时候是影片是已经没有前面的那个解说员拿枪在解说，是直接枪直接打到那个兔子的头，兔子被射到瞬间是原地，就是空中翻滚，空中后空翻那种感觉。我这样讲是好像不好啊，反正就那样子。哟，我就说，干，我已经跳过了，为什么一直让我看到了？我就很不爽。哦，最让我一开始产生那种虐兔的人，我真的是想杀了他们的想法是，那讲好吗？就早期有一个女生，她是有神经病，她就养了一堆小奶兔，就是那种真的很小，像包子那种小兔子。然后她就是拿玻璃压在她身上啊，拿高跟鞋踩她身上那样子。那是我第一次看到，我。哦，我那时候真的是不爽的要死，真的超级不爽的，就自己还在那边讲，我是很白目啊。那时候 FB 刚盛行的时候，有网络上有类似的影片看，白痴哦，我又灭亡一次干嘛？岩石力啊，怎么没有他的集聚的宝石？不给枪支哦。那这又要提到我们稍早不是聊那个 X 调查吗？那个 Will， 然后每次都是，就是他每次都有提到，我都有点会背了，就说在国外。使用电锯这种危险的东西，都会上面有个编号，然后编号要合法注册什么的，会就是上面的编号会绑你的身份证什么之类的。然后好像连续个几集吧，都跟他讲同样的，我讲，嗯，哦，让我直接想到以前一个台湾剧场，就是。都是在也是在弄破案什么之类的，自己编剧什么自己用的。比如前面每次都是哦是悬案啊还是什么解不开，每次后面都是靠着 DNA， 你知道吗？一开始找到凶手什么，就是凶手就很什么完美犯罪还是什么东西的，就突然只是每次都是破案，每次都是最后采集到 DNA 就破案，也没有想说凶手什么。作案手法什么都没有，就是采集到 DNA， 那就把他判，就抓到他这样子。然后每次抓到他，就是承认说，对，人是他杀的。
么白痴。然后哇，这个凶手好强哦，然后连警察都找不到的方法，他就只是一个可能警察只是单纯请他喝个饮料，真的没有想过他可能是凶手啊，那就只是刚好请喝饮料，然后塑胶杯什么的，然后就拿去随便化验，刚好化验到，然后就抓到他是凶手。警察那时候就是警察连怀疑都没有怀疑过的人，那居然是凶手。好，燕子加油，燕子上班加油。能打知道了。小龙安安，很瞎，超瞎的啊！我想说，干，这谁啊？已经想不到什么梗了吗？要是没有他，放电！感谢佩林的续订吗？我是不是没有你呀、啊？无电音。没有哎、欸，感谢续订。蹭蹭脸颊，哈，他是蹭哦，白痴哦，我以为他是那个蹭蹭脸颊宝可梦。嗯，皮球。不是新会员啦，还是老屁屁了呢？啊，电系。嘟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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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昨天半夜把黑羽的 FB 好像 po 了什么，他是什么什么什么宝可梦，什么奇怪宝贝，然后我就在喵他下面有留言，我就在喵他那个留言，我说我来了我来了，我就贴一个王北北说我是不会说谎的那个片段。哎呦，我比较好奇，我比较那时候觉得好笑的是那时候。跟蔡渣在玩抓鬼的时候，用这个配音，哇，把他逗到很开心哎、欸，难得可以看到那么开心。哎、欸，是不是连一只都钓不到啊？啊，按错。哎、欸，那个白什么？我看一下哦。白落月，冷蛙是三个惊叹号，对不对？第一次听到凡凡用的声音又是笑疯。不是，就是他的声线，我是真的有办法模仿到，因为我之前就很喜欢搞怪自己的声音，然后是我那时候忘记是学啊学迪叔啦，迪叔就啊什么之类的，然后就是学，发现好像哦迪叔没办法，因为他的声线是比较特别的，真的要学不来。所以我想要学，好像王贝贝比较像，就开始往王贝贝那边走。哎、欸，结果一学，很棒哎、欸！在做什么？钓甲贺人蛙。大家好。有幸运、丝绸、效率，好，现在会讲幸运了。来啦，来个耐久三八。
低速王最常是耶、欸、这样子的叫，我就耶、欸，然后那时候就开始慢慢学，慢慢学，就学这学不起了。他、啊、反正就是王杯杯的，王杯杯的比较好学。然后谁龟龟说王杯杯很好学，他说只要你就是挤出双下巴就可以学。我说哦，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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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用挤出双下巴就可以了，因为我说你挤出双下巴，表示你的那个。喉咙那边是折起来的，你这样会反而更难讲话。来个修补吧，真的掉了要修补吗？然后有那时候就是王杯杯跟那个、欸、靠腰啊，耐久，哎、欸，耐久来了啊啊啊啊！啊啊几分几秒？35分钟，34分钟。1、3、4。附魔术。可以把玩 PGST 是什么？我刚刚说什么东西？你说哦，我刚刚掉修补吗？哎哎哎哎哎，跑走了，刚刚有上钩、哦。啊，八点啦！8888点亮。好的，我觉得是钓不到了，太难钓了吧。看一下啊、哦。哦，呱呱泡蛙比较快吧？我不是要呱呱泡蛙，我是要小智的甲贺人蛙。呱呱泡蛙我一堆啊！蘑菇是蘑菇哦，哦。对，没事没事没事，你可能刚进来，不知道。还是要喷什么黄金喷雾这样子会比较好掉啊？有吗？有这个说法吗？我们去一下这边，不然这个小地图这样子好丑。加油，我在努力啦，感受不出来我的努力吗？好，我们回来，然后我们来这边。喷雾不是对野生宝可梦才有用吗？我不知道啊，所以才会想问啊。暴四龟，啊，
边一只啊，呱呱泡啊一只啊。哎，打鱼了！还有这边有好吃的鱼饲料哦。这模组会有鱼饵这东西吗？看一下哈，来找一下。阿尔宙斯的名字怎么了吗？我觉得宙斯回战蛮好笑的啊。哎、欸，我奥古院还没取名字，哎，帮我想一个可爱可爱的名字，因为这个燕子是女的，鱼，看鱼就好了。我、哦，哎、欸，有没有？没有钓鱼记录，鱼化石，鱼饵，鱼饵，鱼饵，鱼儿，儿，诱饵球。啊，这个真的很烂呢。这个戴在身上一下子就没了。那时候跟那个谁小雨做完之后，哎，我觉得还好啊。结果发现不到几分钟，这个饵就没有了。这个有够烂，因为那时候杰克是说不要那个，我觉得很烂。然后我们拿完之后，哦，觉得还好啊，就用不到五分钟就没有了，就哦，这干真的好烂哦。哎、欸，不是，哎、欸，上次取那个有人帮我取宙斯回战的时候，就是哦，这个我喜欢，这个我喜欢，总比有人取什么什么百变奇怪那个才好，那个才烂吧？硬要在人家名字中间加个东西，消耗品不是，他就是来给你看的东西哦。他一开始要先做这个东西出来嘛，就是项链，然后你就想象说在项链里面塞一些果实，就可以增加那个东西出现的几率。可是他就是慢慢消耗完之后，就是里面的果，你就想象里面的果实烂，那个烂掉或空了，然后只剩下外面这个壳。不是欸，杰克真的没有什么灵魂宝可梦欸。阿尔不想上班，什么阿尔啦？阿尔不想上班。感谢佩林的donate，吃早餐好好吃啊。还是真的要清晨黄昏呢、啊？已经四个污泥了、欸，你是要不要出来？啊，不是你。我们要钓到什么时候嘞？我开始有点好奇，怀疑，真的钓得到吗？钓了一天一夜，连毛都没看到，虽然感觉是真的超级难钓的那一种，但是好信心受创哦。
傲娇古燕就不是中间名字加，你是哦，不是中间加个字就好了好吗？我傲娇古燕不是，叫什么什么傲古燕好吗？不然就傲骨燕窝汤这样也可以啊，所以明明就说好要取可爱的名字。等一下喔，老子好像有约直接生成特殊材质的加贺人蛙。哎呀，你是说穿忍者衣服的那种吗？其实昨天杰克有让我看到啊，看到哦，帅的要命，我的天！真的要看的话来啊，我这样子弄给你们看，这个，然后干嘛？然后这个这边小字版前半变身，这些都是啊，有这么多，可是一次要50万。可爱一点的啦，没有真的要燕窝汤什么的啦，不要拿来吃啊。后面那只黑色的黑黑的人我有遇到，你是说直接遇到吗？除非我们一开始生成的地方是离沼泽很近啦，才有办法。像我的百万长耳兔应该是没有忘了，百万长耳兔要那个啊，觉得针叶林才有办法出，有机会出。所以如果他不出的话，我的那只永远没办法百万的样子。所以现在我电不死，地雷针哦，吗？假日长耳兔我有啦，我是拿那个灰子大赛去换的。确定是四格生哈？没有，只是问问而已。确定的话，我就真的一直在这边钓；如果不确定的话，去那边钓。啊，韩文，刚刚在讲你啦！早安，早安。来，你们看他，就很可爱吗？每次跟我打招呼都是在那边哼。燕飞飞是谁？给你看啊，第一。在这里，高追，我那时候是想等那个啊，夏日长耳兔跟雪卡比，然后那时候在针叶林那边等。有等到真的有点等不下去了，就没有在那边等。我那边等了3天吧，完全半个影子都没有。啊，好像没有诶。连个三星都没有，我换地方看看。我那时候不想离开这，主要是因为
想说这边如果伸出一只特殊的，遇得到。哎嗨，哎，这只打超痛的哎，马夏多。你究竟我知道他电影版里面的一只宝可梦。白痴哦、喔！你甚至传说的现在才传啊！快点，快点，快点，我快点速战速决。哎、欸，不见了！我恨你，我恨你，心高气傲古燕，我真的比较喜欢是激素的哎、欸。偶数的话念起来好不顺，五个字七个字的比较好。啊，那个阿嬷有种二叫阿嬷觉得多边收二是真的太好笑，我才拿来用。像阿尔宙斯回战也是意外啊，是觉得这太好笑了才拿来用的。啊，没事啊，也不知道奥古燕后面会不会拿来用，因为之前飞行器就是用那个雕嘛。可是比雕的飞行方法不适用于现在，怎么讲？欸，那个是赶图什么时候好用？可是赶图就是一个负担啊，那下次真的要的话，前期应该真的赶快弄一只奥古燕出来，22级就进化就可以飞了。欸，我还没练到拿 BB 那个波波练到36级。蛙头蛙，激流特性，去，欸，有了，我有点希望了。看到蛙头蛙，心情好。没有，我要打你屁屁哦。所以你神兽都有了吗？干，跑掉了，白痴哦，都你啦！看你留言，我都跑掉了。这群啊，这些神兽。你看到一些长得比较奇怪都是孵到的啦。你看那种等级一的都是孵到的，然后60级的才是抓到的。阿尔宙斯斯感冒胶囊是陨月杰克他们在用的。你打我才不是，我是说大只的。什么叫大只的神兽？什么大只的神兽啊？如果我有的话，我是打你屁股。你又过来哦，过来屁股让我打。你的大只是多大只啊？请问这只够大只了吗？不够，对不对？我相信不够。那这只够大只了吗？那还是不够的话，哦，干，你会念出那些名字哦？我还没抓，我可以抓，但是我还没抓。要吗？还是我等下去抓？我想说，那三只都没有一般系，我就没有特地去抓啦。哇，看不出来你会念出这三只名字的哎。来，掌管时间的叫什么？掌管空间的叫什么？啊，另外掌管什么忘记了。哎，干，你好像有点帅。你等我一下，我把我的队伍拉回来，再来打你。一
蒂亚卢卡帕路。其实你看到你打这些名字，我真的吓到哎、欸！哎呦，你竟然会念名字哎、欸！早安，早安，林雨低沉。哎、欸，干不是我真的有丢宝贝球吗？叮！哎、欸，不是，不是、欸，哎，不是、欸，哎，不是、欸，哎。时间地呀、啊，空间帕路。反转空间其他当官宇宙阿尔，宇宙阿尔是宇宙吗？阿尔不是创世神吗？你好像很厉害呢，那我去抓一下好了。帕路奇，哎、欸，蒂亚卢卡跟那个帕路奇亚我可以抓，其他蒂那我没办法。因为好像要有一个什么金刚石哦，我没有那东西，我只有珍珠跟，哎、欸、还是奇拉蒂脑才不行、啊，我只有珍珠，我去看一下，然后守护矿，哇，不知道，有啊，有一只一般系的啊，我就有抓，像毒电，电毒。在我队伍里吧，这只 A G 奇卡斯普通，就是普通。来存一下，然后我们等一下真的要抓吗？可是对那两只神兽还好。能能主动招出来的神兽都还 OK 啊。噠噠哎、欸，不是啊，我是要钓甲贺人，我要被你那边怂恿去抓，他要打你屁股吧？在这里。贵重，这个啊，白玉的话，看帕路奇亚，然后奇拉蒂娜，还有一个叫什么靠腰啊？啊，蒂亚卢卡啦，就钻石嘛，蒂亚卢卡是钻石啊，钻石我没有，珍珠有，然后白金的有，就是钻石没有。然后我可以召唤，好了，去玩一下吧。等一下，我要带什么队伍？杰克罗姆有了啦，你不要讲那么多啦，我是我们这边神兽一大堆的，也没有多少人好吗？干趴，不欠打。你现在是皮在痒啊？哪一只啊？高四唱歌生蛋，这里。来，我们去玩吧。不然他的名字改，别写这里。
好，再来。哎、欸，怎么用啊？没有招过哎、欸。九六。先放锁链嘛，对不对？大家好，先看一下，我们要招的是先做好准备工作。帕路奇亚，我去看一下多重，然后速度多快，看一下哦。帕路奇亚几公斤啊？336公斤，所以丢承重球是三倍。啊，速度咧，他的速度刚好100，也是三倍。所以先丢先击球，再来速度都可以。好，等一下哦，速度有了，承重有了，先击有了。不行，我再拿个大师球。哎、欸，不是啊，我怎么贝壳到这边来？白痴哦、喔！哎、欸，阿长安安，嗯，来吧，先锁链珍珠，来吧，阿露西亚。蛋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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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事啦呗，我忘记换宝可梦。你会怕三重攻击吗？我好怕把他打死哦，不会死吧？啊！吓死我了！来唱歌，蒸蛋。承重球，哎呦，唱歌有没有唱到啊？白痴哦，没有哎、欸。来吧，勇敢鱼，我们聚宝弓，啊！吓死我了。哎、欸，不是吧！我吓死我了，我想说抓到了。还是你喜欢速度球？看来你比较喜欢承重球呢。我以为你很苗条，没想到你这么爱这颗。拉长耳朵，提高警觉，身体细胞全面戒备。你不要挣扎到死就好了哦。本击球你喜欢吗？还有什么？没了。黑暗球你喜欢吗？要看选看哦。还不喜欢。是我在生，嗯，口渴也要声音甜美，什么口渴要声音？
挣扎到菜渣吗？我不知道哎、欸。哎、欸，他好像挣扎一下都会死掉，对不对？不要再水流尾了啦，没弄。哎、欸，你的比杰克难抓、欸，哎，杰克一下就抓起来了，好像两颗吧。进来了啦，碎啦，呀呀呀呀呀！好了，韩文我抓到了，你们很开心。还是降速度的，我的靠！看一下哦，波导弹零，水流尾也零。哦，还好啊，它还有可以放33次，也、欸、还行哎、欸，又不像那陆奇啊，什么每招都十个。你有没有存好？没有。不忘球，那抓水军用的啦。哦，等一下哦，我刚刚几分？两小时左右吧。两小时，抓踏路。你看抓完之后感觉好空虚哦。来，我们看看他多大只 ，IB 如何？我那时候以为我的吉利蛋可以撑得很久哎、欸，就啪两下就死了。吉利蛋有那么弱吗？我练特防跟血量哎、欸。IBS 6血量攻击速度啊，我降速度他速度满了，这是沙小又跟我说沙小，我练速度满了，个性又不啊，给他随便吃个香草，哎、欸、放出来看看，还有很大吗？还好，哎、欸，我的这只怎么那么小？看一下，矮小哦，哭吧。好了，看起来很可爱。之后我这个月不是钻石珍珠重置版吗？我玩的就是珍珠，那钻石是另外一个跟我一起合买的人，然后他说他会两片都会买，但是只会玩一片。那我就跟他买另外一片。哈路奇亚我不会拿来取名字啊，不会拿来用啊。哦，满了，应该叫异兽的家吧。一手的家，然后把神兽移到这个。哎，不对耶，我应该要这样子。准兽放这边才对啊，算了，晚点再来开台改这个，感觉好累哦。哦，我这只想要进化成那个蝙蝠月神奈什么的。这个是我们那时候许愿清快招出来的，我就想说不行，我想要这只。
不是陨石很重，不是999.9公斤吗？不是整个宝可梦世界就只有小智可以举得起来吗？来看一下有没有水军啊，可达鸭。珍珠贝。你哎、欸，至少你钻石珍珠还后才脱节。我是哪个版啊？金银版后面就开始脱节了哎、欸，就是啊、水火之鸡的年代就开始脱节了哎、欸。火之鸡还勉强可以，而钻石珍珠后就完全钻石珍珠开始就完全不行。钻石珍珠是小火焰猴跟波加曼嘛，对不对？若是的话，那就没错了。那时候宝可梦卡通，啊，知道为什么脱节了啊？那时候我已经好像高二、高三了，所以没有什么在看电视。你说哦，莉莉爱吗？进化蝙蝠也是，对啊，就是想要进化成蝙蝠啊，因为那个狮子的话好多人都有了，蝙蝠目前没有，可是而且蝙蝠又大又帅。宝可梦电视会播？会啊。嗨吐司喵，会啊。欸，吐司喵，阿魔物猎人玩的如何？要的话我也可以帮忙带哦，就是如果你跟麻衣玩的话，有遇到困难，我可以跟我说。或是我叫诺英去买，然后跟你们一起去猎龙一起叫妹子出游去。你 是大大的啦，扎奈多，哈，哪次不打？晚上进化，对啊，我还在想啦，我还有想的空间。嗯，麻衣太强大了。麻衣之前从 PS4 版的时候啊，我那时候以为他玩 PC 版，然后可以一起玩，因为那时候他说他 PS4 版，所以看到他，干吓死我。看到他在玩 PC 版的时候，我说：“哇，你特地买 PC 哦？”我说：“对啊，陪吐司喵玩啊。”我说：“哇，对你太好了吧？”没有放好，哎，好了。新的吸血鬼龙，也不知道他能力会。吸血鬼龙什么？吸血鬼龙？你说阿尔宙斯吗？阿尔宙斯那个版的那个吗？宝可梦，最后有新的哦。你是谁？红宝宝。阿福安安，欸，吐司喵，有新的活动，就是你想要抓一些特殊颜色的宝可梦，你来幽灵塔这边，然后它的隔壁这里有两座墓园，有这个枯木的墓园，跟这个一般的墓园，比较平坦啊，那。在这边都有机会遇到灵魂形态的宝可梦，就是你们上次有好像谁
麻衣给我一个灵魂形态的多边兽一样。罗山只遇到一个哎、欸，一 C 在哪里？等一下哦，他那只多边兽嘞？哎、欸？诶、欸、那是黑色的多边兽啊，我放在家里，怎样，我还没有吃掉，因为想说人家给的东西我也都没吃。这只灵魂模式的这个我只遇到他哦，你给我的 哦对啊，就你啊，是这边会遇到你的，放你的放这边，我还没吃。哎呦，也看到土师庙。你们是在旧吉义洞那边遇到的，不是吗？那时候杰克也是说你们很厉害，才刚放上来就被你们遇到。谢谢。来，继续掉。游戏，要才华。这是什么、啊？哦，瓜牛。魔物猎人的新魔物。魔物猎人不哎、欸、开，我刚刚是不是勾到这个？魔物猎人世界的话不会再更新的，不是吗？就蛮可，没办法啦，世界其实已经撑很久了，以一个游戏来讲。刚好啊 ，TP 到一群，一群什么？一群灵魂的嘛，看到。还是你要打刚好一只？有欸，可以欸，这边还是会有青蛙欸，复制到激流特性点烂。这也算吗？你钓什么？得烤、哦，看一下、哦，刚刚这样，这样不耗耐久度哎，对哦，晚安，来，现在我们去寻隔壁的墓园。看有没有生，没有，好像哪里怪怪的，不会啊，小小龙虾爬树很正常吧。你看鱼在树上很正常啊。
要喝个豆浆。你说到豆浆，我真的好久没健身了哦。最近又没有什么体力，没有体力不是体力啊，心情。有啊，你我讲真的啊，有些龙虾会爬树欸，你看椰子蟹，这样不同科啊，有些真的会爬树呢。哇，臭臭你！想说他掉一个火把给我，我们会不会掉不到啊？想说开到9点就好了，开到9点差不多2.5小时了。他刚刚被韩文叫去打什么奇拉蒂娜了，不帕路奇亚。所有回去了，我们这边已经开放可以健身了啦。那他说再过阵子就可以把口罩拿下来开始。我那时候是疫情爆发的时候，健身房有说有2个月的，2个月的那个，就是休息时间，就是这2个月你可以不用来，也不会扣我的钱什么之类的，所以。我觉得2个月是过了啦，但是就还没，一直还没有去。所以土司庙你可以来这边碰碰运气，就是你会遇到，就感觉不该出现在墓园的宝可梦，然后他们的颜色也是变黑色的。你可以来看看啊，我之所以会选择来这边，是只有这个枯木这边会有一只南瓜妙蛙草。它的背上是一颗南瓜，不是麦块的南瓜，是有弧形的南瓜。你刚在想，嘿，你想什么？啊！你可终于出现啦，公园球。没有公园球，可惜。钢铁板，你刚在想啥？想啥子啊？说到申请什么东西？你申请什么东西没有申请到？起来考。然后，但是打里面的幽灵啊，不会有那个万圣节点数，因为那个算是圣怪砖刷出来的吧。哦，啊，辛苦啦！不是，有没有给我加人哇？
哎、欸，那我们就开到九点哦，九点休息，对啊，第一株吧。嗯，等一下把你们带到允月那边去。然后剪一下今天的片哦，刚刚对吧？现在直播的啊，等一下随便剪一剪，然后再丢上来。哎、欸，好像真的是清晨黄昏才会来青蛙，是不是？你看现在是清晨啊，捷运安安，难道说要关台了吗？没意外的话九点吧。感谢捷运超级留言。大乔小乔我选谁？我选小乔啊。因为那时候玩三国无双的时候就蛮喜欢小乔的造型。马尾耶，单马尾耶。我真的比较喜欢单马尾。如果真的要选的话啦，虽然我都爱，但是真的要选的话，当然选单马尾。哎、欸、，mini Q mini Q mini Q mini Q， 呜！啊，怎么是一般形态的 mini Q？ 啊，怎么不是黑色形态的 mini Q？ 没气哦。看那么高兴，我选貂蝉啊！你选项里面是有貂蝉是不是啊？欠打你，你是越皮了啊！因为我不知道他小地图上面这边的图啊，会不会是黑色的？我不知道，因为那个图案的迷你 Q 是黑的。干，还有我刚刚那么开心，我去！海豹球掉了多少种啊？五种吧。干，退缩真的是很鸡巴，怎么会把这只加进来？一直拍，一直打，气死！给你们看那个 mini Q 的另外一个形态，这个就很可爱吗？就全黑的，然后眼睛是白的。感谢，那么来早餐30块是吃什么早餐？可以啊，抱歉，感谢。有吃到了，有吃到了。感谢捷云的斗内。嗯，哎、欸，既然这边升的话，我们去隔壁看一下吧。只要是迷你 Q 的可爱，那我的话咧，那只要是我的话，我都爱。好，没有，你还不懂我吗？干，你等我一下、喔。你可能太久没有这样子，我开始不懂你了吧？你等我一下。你今天发财了哦、喔。我干，有，我吃很饱了，白痴。
感谢杰云，感谢感谢。有，我开始慢慢又懂你了，我们亲密度又回来了。雷达回复了吗？还没，所以找一些特殊宝可梦还是有点辛苦。感谢疾风的30块，感谢阿长的150，谢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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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讲真的啦，很久没被抖内跟超级留言，因为不像怎么讲，毕竟靠影片收益的话，又加上开学疫情又过了，其实后台数据变得超级难看，对吧？所以还是很久没看，怎么讲？很久没看到超级留言，那时候要看到就还是觉得很开心。因为当时也是都在想说，不用不用不用，还是靠，尽量是靠自己，因为毕竟怎么讲，靠自己还是有办法存活下来。可是最近也都开始在想说，那万一没做实况的话，我要怎么办？这样。然后也因为这样子，晚上都在做噩梦，对吧、啊？太久没来，亲密度下降，不是不是不是，是我们太久没有一些特殊交集，对吧、啊？比如像影月好了，影月是真的他。后制影片那些剪出来的效益真的是跟你干脆直接开一次台的效益都还要差不多，对吧、啊？所以影月是已经没办法了，他就只能这样子选择。啊，我的话是，其实可以跟影，因为我早期的话不是也都是丢记录档，然后就这样子过活吗？其实那时候我的收益，其实那时候怎么说？我当然出片的话收益会比较高，会比直播还高。可是最近下来开始，我也开始慢慢步入到直播大于影片这样的感觉。月月那边感谢喂食，对啊。影院那边是真的需要靠捷云啊跟雅思他们，真的才有办法，不然可能影院也没办法跟团团哈基他们住了吧。所以他也很感谢你们啊。那至于其他人陆续那些去 FB 也是真的 YT 这边。真的有点惨了才过去啊！我没过去不代表我不惨，是我真的不，那边真的太累了。应该说啊，你可以去那边，就单纯的当作去，如果真的不行就回来嘛。啊，可是我也讲啦，我就是曾经去那边待过，那可能你今天很不舒服，可能休息一天之后，你就会想说，那你今天这个时速，你要用哪一天来补回来？可能你今天想放松，或是跟别人约好要出去玩，就是要已经在推掉了。讲到一号那一次，10000额度直接被秒杀掉。哎、欸，我在想，我哪天也要这样子了、欸，真的逼不得已，我也要开始这样子弄了。因为有时候。不得不向前低头，你知道吗？灭亡之歌，明明主要出手是萌萌和雅思，还有18000两个，就主要是靠他们两个啊。啊，你也有好不好？但我没看到啊。还有谁？我想一下，还有欧元爸爸。因为当时会叫欧元爸爸，是因为他说。他已经有孩子什么之类的，我就啊，从此他那时候就在我的台叫欧元爸爸了，啊，主要都是
有你们各位大干爹。对啊，如果哪天看到我突然没做实况了还是什么的，不要难过，我搞不好真的只是忘记开台而已。因为讲真的，年纪真的已经越来越大岁数，那你以前工作经历，我就只有做超商，然后对，几乎就超商啊，不然就是什么学徒而已。那你拿什么本钱去跟一些年轻的肉体去竞争，对不对？没办法，所以那时候我在思考说，所以看到秋风那边大干爹，你都是笑着跪下来，或者是笑着跪下来，多么棒！对啊，你看你们那些早期有，不是早期啦，第一批那时候在 FB 就开始追的那些，我那时候。因为那时候我是有时速那个、啊、业绩压力，所以我一天开七八个小时这样，因为观看数不够啊，就只能靠你的时速去推，你就只能自主性加班，不然你再见拜拜的就是你。卖萌的本钱啊，视讯对我来说就是真的不行啊，视讯真的就是我的一个死穴啊，没办法。别感到奇怪，你是找借口抖内而已。感谢，感谢你的借口。你知道我那时候是想要放一个快坏掉的修补稿在荧幕上。然后就说写个经验修补这样子，然后金额多少多少，因为我很久没有放那个抖内的经验条上来了，所以老板的钱就是剪辑师的钱，教主怕是不敢再说，不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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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纯只是我不想开而已。你看、啊、我再不开的话，我真的老了，皱纹一大堆了。就拿什么东西去跟其他人比，对不对？而且要穿女装什么，那又更不可能啊。我还是有所坚持的，好吗？没有，搞不好你看我穿一次女装，然后拿到多少钱，搞不好我就会分香。这样不知道啊，我觉得那一天快到了，但不会是现在。哦，之前有那个游戏厂商找我，找跑到 FB 问我，我繁星你好，因为有个什么手游要推出了，请我合作，然后就问想谈嘛。然后哎，九点了，该关台了。然后那时候我就问内容是什么东西。他说是这样子的，有就是什么请我们 coser 里面的角色什么之类的啊。我说那请问那要 coser 什么角色的？然后他贴一个很火辣的一个女角给我，我说是个，我说女，我说回女装吗？他说对啊。他说他目前找的所有男生都要 coser 女装。我说那这个不行，因为我是说我还是对那种露脸什么之类的。还是有点心理阴影什么之类的，就这样推掉了。我说我不行，女装我不行，对工商的，然后是找很多人，然后来做宣传。我没有找捷克工商，他那时候好像是都是找 FB 的人。在 FB 直播的人，所以那时候其实六探鸟子他们应该有收到。哎，鸟子没在 FB 啦，所以那时候鸟蛙种子，
啊哇，爆掉了。滚滚滚滚滚！回家放个包包，这是什么？小木林，什么？哎、欸，又一只传说宝可梦，决斗吧！听我唱歌。好，你听到了，我赢了。不过说到女双，真的觉得我这次抖内的旗袍真的不错，我觉得还蛮好看的哎。我觉得穿在哈基身上蛮好看的哎。哎，感谢阿长的500块，午餐有着落了，感谢感谢。啊，你最近工作如何？有渐入佳境吗？那这边再看一轮。没有的话，我们回家整理包包，准备关台喽。等下可能回去再眯一下吧。杰克太难遇了吧？一个早上了，一只什么东西只遇到一开台前遇到一只，累一个字而已哦。好啊，那你可以穿小乔的衣服给我看吗？那你可以穿给我看吗？拜托。我如果收到小乔的衣服，我请你穿给我看，可以吗？啊，韩文，我原本只有4本附魔书，今天掉到了这么多本。还想让我死啊，韩文？八八八八八八，钱还我。还有一个嘞，还有一个，没有了。这不是演饭好玩，导致 YG 有很大的改变。对啊。所以才会这样讲好了，我只要超过像我这礼拜吧，不是就开高校跟礼拜四的一个大半夜场的直播吗？然后所以那时候其实这样子搞不行搞。不然你看你太久没播直播的话，你 YT 没办法就是增加你的曝光度，他觉得说你就是开始没有在怎么讲，没有在经营影片，就是慢慢就把你给消下去了。那你消下去就是导致观众会流失吗？就算你有订阅我或什么之类的，你可能会收不到通知，这个也是有的啊。我要干嘛啊！出影片，对啊，所以再就是这一点，就是我，这几次玩下来的影片，除了狼人杀跟丫丫的啊，那其他我找不到什么适合的影片剪。那其实木偶那时候也是有跟我聊。我就说，那你要剪狼人杀还是丫丫？他说都可以。反正吧，一开始是狼人杀，然后狼人杀丢给他，想说他那时候好像也在面试什么的，想要太麻烦他了，就麻烦到丫丫的影片也结束了。然后他说，不然你剪丫丫的影片好了。他说好，但就是可能还是在忙那个面试或换工作的东西，就也没有催他什么。就算有影片也会被刷下去，会啊，就可能开始有些人也觉得说高校的影片也差不多了，很明显啊，就其实很多人看高校已经开始觉得已经也就差不多了，
因为其实高校撑到现在也，应该说轻松系列啊，轻松生存、轻松高校，能撑到现在真的很强了、欸。一年多了、欸，哎，也快两年了。就只是大家每个礼拜的闲聊一个闲聊的地方，能持续这么久已经很强了、欸，哎。就主要是大家放轻松在那边听我们连消伟这样子。啊！清晨黄昏，掉呱呱。真的什么？我有直接被 YT 取消订阅的，我也有啊。最好笑是那时候我在菜渣的那个，我就鱼竿菜渣工作室里面。然后那时候凯洛有来，然后他那时候在画那个，哦，那时候是刚好库巴的那个女版库巴那时候刚盛行，然后凯洛就在画女版那个的库巴，然后在旁边画我的女版库巴给大家看，他画他的，然后那时候他就看我说，繁星你画得很好哎。然后他觉得有点自卑，好像画不太下去，他就去睡觉了。然后在他画之前的时候，就有说，说啊，那时候好像在找那个凯洛的频道，我说奇怪，怎么找不到？然后凯洛说，你是不是没订阅我啊？没关系啦，真的，真的不会难过啦。繁星没有订阅我，真的不会难过啦，这样子讲。然后还真的找不到他，我订阅他，你知道那时候多尴尬吗？我穿小乔，你要穿周瑜，他是老公，来啊，你穿小乔啊，来啊，来啊，来啊！感谢韩文的超级留言。音又跑掉了，等我一下、喔。也可以了。因为这是卡祖笛的声音嘛，卡祖笛就是，应该这样子才对。那为什么会有那个呱呱呱的声音？是因为我在那边学那个什么乌鸦啊啊这样子，所以声音是这样。对啊，主要也是那个是，主要是哈记比较努力啦，因为你也知道高校或生存都是靠哈记的指令在增加他的游玩的寿命，因为最早前哈记真的那时候跟他玩的那个他的地图，那时候真的玩的蛮开心的。因为有什么货币系统、充装系统，那时候就有了。然后比较可惜是他那时候写了一大堆怪物出来，怎么那么大只啊？也太大只了吧，大牙里，你怎么那么大只啊？把你抓起来，大尾狸哦，抱歉叫错你。大家有乖吗？有啊，都有乖乖给我钱欸，都有乖乖的给我钱。你是超哦，巨大哦，天，太巨大了吧，一定很好爆。哇哇，看起来好爆哦，站来比我高欸，你是水系的吧？一般水哦，我干完蛋了！一般系的地方快没有人可以。啊，这三只我舍不得扔，因为这两只是爸爸跟妈妈，就是巨大加巨大，然后得到了这只超巨大的大尾狸，超巨大大尾狸，
哎、欸，我的3D 龙嘞，放在这。哎、欸，好了，9:10了，差不多咯，那我们去影月的台吧。哦哦哦哦，来送头了，我都叫他送头小丑。你看他名字叫做送头小丑，可是早早没看到的，再看一次，你只要放炮灰过去。他就扣一半的血，然后再一只炮灰，然后再扣一半的血，很白痴哎、欸！重头小丑，对吧、啊？自杀。好啦，那我们。我们影月台见啦，去他那边，因为他的台打字的话，你会变成一只宝可梦，所以我们去那边变宝可梦吧。啊，月，干广告！来，这是影月的台，那大家晚安啦，我们晚上有机会再见啦。去那边打个呼吸。好了，就这样咯，各位晚安，辛苦大家来看我台啦，大家晚安，拜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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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习惯晚安当拜拜讲吗？不行啊啊！阿韩文，记得记得拍小乔照片给我，我会很喜欢的哦。拜拜拜拜。哎、欸，差8分钟3小时，不然我们再撑个8分钟好了。哎，又来骗人了，又在骗拜拜了。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我看了一下，时间还有8分钟，然后我骗了40几个过去了。看了一下时间，还有8分钟3小时，等等再来。啊！再撑一下可以5小时，没有了啦，没有了。哦，那边有一只啊！月神月月啊，过来过来过来！有公园球吧？他真的是赚月之石的好朋友哎、欸。哦，这次没有，这次没有。这干，这放这边真的很白痴哎、欸！我上次这边好像忘记什么道具，就我从下面开始领，一按到这个，我全部没有了。又骗拜拜？不是哦，哎、欸，差8分钟，3小时哎、欸，让我个整数嘛，兔兔安安。你刚好赶上了刚刚的变拜拜台。嗯，你看刚刚有30多的观众说走就走，毫不留情。哎、欸，这么快钓鱼哦？像我之前本来也有想要用那个画面那个东西，他们画面不是有那个吗？宝可梦在走。之前我推给菜渣用的时候，我就也想要用，只是那时候还没有支援 YT 版，就只有Twitch才有。
然后我也想过里面要放什么东西了，通通都是兔子，全都是长，要么长，要么长耳兔，要么卷卷耳，要么是那个眼耳兔，但是不会有进化。岩兔耳，哦，还有绝绝兔，那也不会有进化。然后慢慢的兔子在那边走路，哇，看这画面是不是很棒？你再多待一下就要上班了，好，一定都是兔子，对呀，很棒吧？看兔子的天堂耶。那边是兔子的乌，这边是兔子的乌托邦。我会看到什么猴精王啊、杰克罗姆啊、杰克，哎、欸，对对对，有裂空座啊，我都不会，都不会有，嘿。哎。嗯，叫做兔窝啊，这边本来就是兔窝啊。晋格傲骨宴是什么、啊、哥？啊！黄昏啦，散啦！平台工作快关台了。哎、欸，也来一只，随便一只甲贺忍蛙吧，没看过啊。还有三分钟，哦，黑色巫女都掉几个了，我丢饲料下去了哦。来，冷蛙，你吃不吃鱼啊？你吃，那吃不吃？吃吃吃吃吃吃吃没了。太饿了，挂台去买早餐。好，拜拜。波波，嗯，哎呦，哪用都你啦！哎、欸，从来没看过三个惊叹号的、欸，哎。还是其实有，只是我忘了收干。我都在看聊天室，看到忘记收干。冷蛙说：“我有自己的想法，不许你这么想，我不许你这么胡说。”我怎么闻到香水的味道？等等，会不会说，哎呀，还有55分钟满4小时？不会啦，白痴哦、喔，怎么可能？哎、欸，我看错了，我只会说，哎呀，还有54分钟。反正那时候问诺英想玩新入股的时候啊，感觉是。真的可以玩八个小时、九个小时都没问题。可是他最近心情不是很好，然后玩游戏有些动力，感觉他真的不是很想要玩，就没有逼他玩。
又不是说什么调出三个惊叹号，不管是什么，我就，对不对？我就关。那、啊、这小雨来这边钓鱼的呢？雷达好像也坏了快三个礼拜了，因为从，那时候更新好像就鲤鱼王之前吧，就开始坏掉了，会飞的鲤鱼王左右的时候就坏掉了。哎，三点了，三小时了，好啦。就到这边啦，我们还有59分钟，满4小时，没有啦，好，就到这边啦，感谢各位今晚，今天早上的收看啦，那我们去音乐台吧，各位晚安，拜拜。话说今天雀魂任务有送卷，雀魂送卷吗？是任务吗？还是补偿送卷？靠，要哭哦。好啦，真的要拜拜了，大家晚安啦，拜拜。